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那继续今天的镜头的巴别塔。一样，我开着电风扇，可能会有风的声音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读取一下游戏吧。那如果您喜欢哈姆频道，欢迎您订阅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感谢您。有点慢了。OK， 进来了。啊，我今天都没玩。欸，他又是一个七天的循环，然后第四天和第七天又会送我精灵石200和300。也就是说，这游戏你慢慢玩，还是可以抽到你想抽的东西。那其实是还不错的。没有，我还要送我300了。哎，他应该有送我吧？看一下哈，还是我看错？有啊，有330啊，应该是吧？应该吧？还是我看错了？都没完。这个应该是昨天我没领的。看这个每日任务我都还没做啊，因为今天我都在玩那个英雄气泡，就是那个 Jump 漫画的那些系列的卡通人物做的一个消除气泡的游戏，整体玩起来蛮好玩的啊。我不是第一时间就去玩啊。他出的时候的前几天我知道，但我没有去玩，以为是还好，然后玩了一下才还不错玩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上一期是17章完成了嘛，那现在要去18章，那他现在要我们去找那个 Ligo 在隔壁而已吧，在这边而已吧。欸，我看一下我的补血状况，应该还好。那个英雄气泡真的抽的蛮爽的，每天送十天抽，狂抽。然后我刚刚20天抽到那个卢夫的四档，还蛮猛的那一只。哦，这个是我们救回来的那个 Shuno。修罗应该还是在讲说，他十年没回来了吧？十年没回来了，沙西布利亚。他好像是一个很热情的男人，看他的发型应该就是这样。就是。十年不见了，他跟 Lico 说话吧。十年不见了，他们可能以前是好朋友吧。就是 Lico 好像蛮冷淡的，然后他就很生气吧。结果他说他是那个罪犯，当初会去当探索队应该是有犯下一些罪过的人吧。然后他难道他也失忆了吗？然后他自己也很惊讶。是这样的待遇啊。这个应该是待遇啊，我看一下哈，不是，我看一下现在时间4分多。他说那个 Celu 探险队就是这样的存在吧。哦，他说 Celu 探险队这样的事情，他其实是不知道的。
可能当初他们队员的羁绊有没有是不可以跟外面的人说。然后那个议长生病倒下去，详细的情况知道吗？议长不是跑了吗？可能对外是说他生病倒下去了吧。这边多告诉多要想要多告诉他有关他的事情吧？难道他也失忆了吗？所以他现在还停留在18岁哦。就是说，在那个 Lico 的记忆里面，他还是18岁。是啊，他说这样还是很好，他就称赞她是好女人，称赞她已经成为一个好的女人了。他就说嗨嗨，很感谢啊，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因为他已经昏迷10年嘛，照理说10年不动，他的肌肉应该都萎缩了。我是说正常情况下，他说很快就恢复了，已经取回10年前的感觉吧。就感觉好像已经回到10年了，回来了。他们这边比较废话吧。因为想要，他说：“大哥，你也从那个燃烧村回来了。”他就跟他说：“我们要去找那个贝鲁蒂娜，一个女的，名字叫贝鲁蒂娜。他认识贝鲁蒂娜喽？你看他那么惊讶的表情。”东诺多就说：“你知道吗？”他就说：“知道。”他要换个地方来说话，这边不好说，太多人了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去转移地方了吧？要去他住的地方吗？丢烂大几个圣地一律。阿内莫斯，你一个噶？阿内莫斯是谁啊？我不太知道阿内莫斯。那里是关犯罪的地方，应该是吧？那也是，没关系。阿内莫斯，我有点忘记阿内莫斯是谁了。他感觉这个阿内莫斯让他不太舒服哦。
这边拉姨说我们会保护你。那个如果有魔物还有刚国军刚国的军队来的话，我刚在喝水。我这边快点好了。哦，有特写。他很害怕，无论是钢骨和魔物。哦，不对。他说，他说他很害怕，但是不是害怕钢骨，也不是害怕魔物，因为这边有个奈，奈是否定的。他说阿内莫斯是他们杜兰的故乡，欸，因为这边出现好多阿内莫斯。哦，我懂了，这边有讲说杜兰达吉住在 Anemos 里面， Anemos 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刚刚看不懂这个，我不知道这是人名还是地名还是一个物品。他可能以前有被抓去那边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讲那个 Anemos 这边是重罪人，然后玛丽加也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地方。然后拉伊就误以为他在害怕什么，其实他是在讲阿内莫斯。他把阿内莫斯的记忆给拉伊吧。哎，好像不是哦。让他感到安心的地方才是他的故乡，这句话可能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北路蒂娜有可能在阿雷莫斯，所以我们待会之后可能会需要这个要去这个地方。那欧苏拉不是可能大概，他的意思是说，经由这个史事的继承，他可能会有所改变，就是因为他继承了大量的记忆吧，我猜猜可能变得不再是他原本的自己吧，所以他很害怕，很害怕改变。他改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这边的意思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他以后就。但是，大概是但是吧。可是，然而这样很好。然而，莫义就这样是很好的。他
它就不再是笼中的鸟了，它就已经不再是笼中的鸟了。产生变化，感觉也不是很糟糕。大家就点头，大概这意思啊。然后他那个这个大概是小屁孩进化版，他的话，他的粪，他该不会要跟我们去吧？赖就问他，你要跟我们去吗？什么的。OK， 追加了一个地方，看一下。怎么没有显示？我觉得他这个列表太长了，不太好，设计的有点不好。没关系，要去飞翔到这个风的麦田，好吧，就飞过去吧。风的麦田，找一下，这边。所以这边就叫风的麦田了。一开始有飞过了，还要去找水车。他跟他说：“我是拉伊，你是侍者吗？”然后他点了一个头，然后他赖说我是飞翔侍者，那你呢？摇头。他说谁都不可以说。那名字是什么？说雷莫达妹也不能说。Coco a lie 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我私语好，翻成私语好了。私语，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名词。我的母亲有来这吗？问号。难道说你的母亲是罗雷拉伊？罗雷拉伊，他说罗雷拉伊是传说中出现的怪物的名字。然后他妈妈的名字是贝鲁蒂点点点，他不能说。然后拉伊就说：“贝鲁蒂娜是你的妈妈吗？”他说：“我那个，拜托，谁都不能说，坏人要来了。”然后就没了。到了麦田，这边真的是风光明媚啊！这个麦穗真的是做得还不错，就是免费游戏，不能说免费啊，你没有花钱可以玩到这样的品质，质量真的很高。我是这样认为啦。我没注意他们刚刚说什么。哦，没什么。赖说 Coco， 然后 Coco 是那个 Animals 吗？
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梦到了妈妈吗？母亲的梦见到了吗？”どうして？怎么了？かなりはっきり言えた。お母さん。然后他又说：“我说得很清楚啊，是妈妈。”他其实不是叫妈妈。然后他又说：“お母さんのこと，想起来了吗？就是妈妈的妈妈在哪里？想起来了吗？”赖伊的那个支线，我随便按一按就解完了，我没认真看剧情，好像是讲到他们家里的事情。没有，完全没有想起来，真真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家人怎么样。他说不好意思，すまない。原来是他干的好事啊，把拉伊的记忆，七岁之前的记忆消除了。他终于承认了，是吗？他说：“你一直在黑暗中，家族的记忆都没有了，家族的记忆 ，Stanny 几乎都没有了，就是很黑暗、辛苦，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面。Oh my， 你的世界。”这两个也有来哦。刚刚人太多，我挤不下，画面挤不下。就是他消除他记忆之前，应该是有把他当时的记忆给记下来。然后开啊，他们可能只听到一半的话，我就问说什么什么黑暗的颜色什么什么的。乌鲁塞就是那个很啰嗦的修诺。正在等。乌鲁塞修诺正在等。他们要去找那个，我不知道他们要去找谁，他们就说那个修诺正在等待，等我们这样子，很吵的修诺。OK， 完成。我今天是18章嘛，所以我打算只玩18章就好，所以我要注意一下，不想录太久啦。我们要往这个 Anemos 前进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地图吧。不是这个，看一下地图。这边是风车吧？然后那时候我们没有走完啊，我这边没有走，就风车，然后我就回去了。我想这边应该只是不重要的吧。那我们就先往左边走，因为我们的伙伴在左边，探索一下。这边怪我记得不强，可是因为我们往这边走，它可能设定会强一点，哦，有点强，自动打的话会很惨，会损很多血。
我觉得他们在附近而已，所以我不要过去。所以这边是。我不要吝啬我的那个 MP 好 ，SP 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反正我都没有用到那个补血的，我就尽量用吧。所以这边应该是没过来，应该是没路吧。关麦克风好，这样会安静一点点。有必要讲的时候，我再打开。OK， 遇到那个新闻，他说我们太慢了。他说十年前怎样，探索队探索这个 Cebu 外出旅游，然后塔的 Cebu 已经没有了。迪卡古应该是他们另外一个队员吧。然后他运送的时候很困难，很难运送。然后他们有看到那个刚果的鸡。铁甲机用那个小型高性能的 C 炉使用那种这种高性能的 C 炉
这个烘斗，烘斗是一个人吧？那个人是烘斗，然后知道那个这件事情，议长告诉了我，那个人是烘斗，知道了这一件事情，有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他们被袭击了吧？被那个被铁机甲发现，然后就被袭击了。他说跟探险队比起来是强盗团。谁是强盗？是指帝国军吗？然后收集了10个 Celu 要回去，然后到达了这里。五加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很高兴的袭击了，他说我很高兴的去袭击了。然而，又是之前他的那个语助词，不知道是刚是什么。总之，他就逃跑了，他逃跑了，逃跑离开那个。阿雷莫斯，所以他现在带路就对了，他往这边走嘛，所以我们就往右走。任务应该也是不变，但是我们应该要去左边看一下，没路。好，我观摩一下。就马上又有剧情了。他说很厉害的风，很惊人的风，就是风很大吧。他就小屁孩被飞走了，被吹走了。他说现在不是玩耍的场合。打大一嘛。他应该是有跟精灵沟通吧，说什么风啊，是我啊什么的，感觉他是在跟风的精灵沟通。他哦 ，Sakini 就是他先跑了，他说我先走了，然后赖就说，欸，风停止了，他说风的 Duran。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说他办到这件事情，可能在丢兰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吧。欸，我们想想看哦，我们是在那个巴别塔嘛，然后去了岩玉之塔。然后还有那个湖水之塔，
那这边会不会是风啊？不知道，因为它这边有风的精灵嘛。这是我推测的啊，不知道，乱猜。哎，到了吗？他还在回想，回想他从杜兰刚果逃跑的事情。然后他以为结束了，然后这里的人很亲切，所以他觉得杜兰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很亲切的，一种可能就是不好的。所以这边他打劫那个女主角玛丽加的，讲出了答案，说有风的杜兰，还有钢铁，还有铁的杜兰，种族一样，可是生活的方式不一样。然后他说：“安娜达，你是风吗？”他当然是风啊。他刚都用跟风精灵对话了。然后这边这几个字点点点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说他是受伤的人，然后可能这边的人对他很亲切，把他的伤给治疗好了，然后照顾他。然后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那时候队长的拉姆加，拉姆加嘎亚拉嘎西当达做到了。拉姆加是最高就是最棒啊！日本的最高最低就是最好或最和最坏。他说拉姆加是最好的男人，拉姆加是谁？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。这边是说大家都很崇拜那个，大家队员都很崇拜那个拉姆加，然后所以他就参加了这个探索队。他现在在讲找当初那个可能照顾他那个家那个房子吧。OK， 他跑过去了。这边有新的任务，看一下哈。这个アネモスにいるシュノの話，听他说话吧。啊，看惊叹号吧，他在哪里啊？哎，不见了，没有惊叹号。天哪，找一下。那要一间一间找哦。好吧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间。我们就一间一间找。哎，这边看得到窗外，好厉害哦！这个好厉害哦，他做的好细哦。这边也看得到窗外。啊，再走下去我头会晕。
没有，搞不好在最后一间。我觉得在左上角啦。我觉得在这一间啊。但是我们就地毯式搜索吧，因为那只是我的直觉啊。因为那边感觉比较高啊，它有一点斜坡的感觉。好吧，就那间了。如果再不是我，就真的在这里。果然，我又猜对了。他说这个家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人。真的吗？他说，可是这个美人一年只看到一次，而且妈子一那就是祭典那个那一天才会露，才会看到他的脸。Hotoki Banashi， Hotoki Banashi， 反正就是之前的话，不太会翻。这边是拉姆家，不允许大家去看那个吧，看这个美人吧，美丽的女人。这个不同欸，拉姆甲是不同的，是不同意吗？还是怎样？这边是讲说被关起来是很可悲的事情。不对，应该是说他们他说他不确认前面这些事情，前面这些事情就是拉姆甲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，然后有跟那个美丽的女人见面的事情，他不确认。然后他上狱的时候，拉姆甲和这个女人就恋爱了。应该是相爱的啦，恋爱嘛，然后重视伙伴嘛，恋中一个就是恋爱了，相爱了。所以这边是说大家知道这边住了一个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只有在祭典的时候会露脸，然后她想要跟她说话吧，因为她想要看那个这个美丽的女人嘛。然后拉姆甲好像跟大家不一样，可是因为受伤的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细节我不知道，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嘿，好。然后他们住在这里，可是被这里的人发现了。
该是被这里的人发现吧。然后这个姑娘，这个女孩女人是贝鲁蒂娜吗？就是如此。是的，贝鲁蒂娜是杜兰特别的、特别的、特别的人。好了，贝鲁蒂娜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什么时候要露脸啊？反正她就是被禁止恋爱吧。禁，我们看到一个禁嘛，然后恋嘛，就是很严格的、很严格被禁止谈恋爱吧。总之就是，虽然被禁止了，可是已经爱上了、啊，已经恋爱上了，已经相爱了。所以拉姆贾和那个贝鲁蒂娜，被驱逐了吗？就是他们两个可能不被认同吧，认同在一起啊。然后他还是很，他修罗是应援支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，所以就逃了吧，是吗？福达利就是两个人嘛，然后。就是修罗就吸引大家的目，吸引大家的注意，让他们两个逃走这样。多诺多的阿尼基和我，尴尬。哦，我懂了，多诺多有一个大哥是不是？然后跟他跟那个。修罗打架，然后引起骚动。然后，这个作战计划是 Donaldo 想的。然后他自认为自己的演技很高啊，可是他们两个还是修罗和那个贝鲁丁的，还是被那个 Kega 还是。他们要去私奔或是跑掉跑走的事情还是露馅被知道了。前面跳过好了，因为大概就是这样啦、啊。所以这个房间里面是谁啊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还是要再去找他哦。那这里没有人吗？没人。他又跑去哪了？这臭小子。戏份怎么那么多啊？
在这里找到了。哇，我们人越来越多了，二四六七，加他八个。然后就说，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他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和那个 Donaldo 的大哥都被抓了。Cotin 胖尼亚。我听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有一些人名有没有？他用片假名，我记不住。反正他就是报恩的啊。然后他就跟其他的伙伴汇流，想要回到故乡去，可是被那个魔物还有刚果的人给袭击了。西多里、福达里，然后一个欠字，就缺少炮了，失踪了，失散了。然后他就到那边睡了十年吧，就到那个魔燃烧村，就叫燃烧村好了。只有他和 Donaldo 的大哥两个人。我看一下 log 哦，等一下，オレとドノドの兄貴，对啊，这是ドノド的大哥啊，应该不是指ドノド吧？怪怪的，那他大哥去哪里了？还是其实就是ドノド他的意思，他把ドノド的大哥，这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可是我字面上看起来就是 Donaldo 的大哥啊，可他一开始就叫他阿尼基啊，所以有可能是这样，同一人吧。然后他就说呢，你们的话很有趣啊。就是那个很有趣的故事啊，话就是故事，非常有趣的故事。然后提供了给我们很有益的情报。这边我应该讲错了，这边是说卡拉就是从我们这边吧。很有益的情报提供有益的情报，主要是说他能，应该是他能提供我们有益的情报吧。这边他要说9年前，他提供9年前的情报给我们。经过了附近，有骚动。9年前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修诺已经睡了一年了嘛。睡了一年之后，有发生一些事情。然后这个。Anemos 是他们刚果的一部是什么？一部分吗？还是分支？然后那时候贝鲁丁娜还是被保护者。
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是他的那个爱人，什么拉姆德吧，有点忘记他的名字，跑来把他带走了。因为开始说贝鲁蒂娜是生病嘛，不可能一个人逃走啊，所以他是在九年前跑掉的咯。就是好像要国王可能要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，然后要提供那个智慧给他们。然后贝鲁蒂娜好像不要吧，很固执怎样的。这边讲贝鲁蒂娜的心坏掉了，心是内心吗？王跳起来，可能不知道用手把那个贝鲁蒂娜怎么了。可能是伤了那个贝鲁蒂娜心。欸，我发现今天什么都没玩耶，然后剧情超多。然后就消失了，贝鲁蒂娜就不见了。这边我们得到了一个讯息，就是九年前贝鲁蒂娜不见了，是吗？还是我搞错了？是一年前。然后这边讲九年前呢、啊？那他们找贝鲁蒂娜找了九年吗？他说：“不知道是谁同情这个贝鲁蒂娜，从刚果就是逃走了，带走了。”他就说：“为什么你们要求贝鲁蒂娜什么东西吧？”可能要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吧，需要他的力量，要消除这些力量，就是要消除世界纷争的力量。他的目的是这样。OK， 这个力量叫做精灵王，他想要得到精灵王的力量。得到这个力量，获得这个力量的人，精灵王力量，是个恐怖的存在。
会成为恐怖的存在。所以十四者，就是说，精灵王力量可以带领我们十四者打到贝鲁蒂纳王。这家伙也会飞，我记得他还是飞翔士。马达伊之类，应该要告别了吧。突然觉得这个 3D 画得很 everyday， 脚很短，身体很长。这是你的视域。他不认为你有这种力量。就是他不认为那个拉伊有这种力量。这里有可能有什么秘密吧？那个小女孩又出现了，不知道是谁。我他希望什么什么 Loss 的 Loss， 你是谁？大妹的，很像哦，就是眼睛很像吧。脸也很像，什么跟什么比起来？所以他就说：“难道是贝鲁蒂纳的小孩吗？”然后就说：“我是你妈妈的朋友，罗斯。”然后就说你妈妈的死士被坏人夺走了，我们在找你们，我们正在搜查你们。就是说他妈妈的死士可能有坏人想要夺取，然后我们在搜查你们。你有从贝鲁蒂娜那边听到什么事情吗？他说不可以告诉任何谁，都不可以告诉我在哪里，因为坏人在追。他说：“谁都不说是很正确的方法。”然后那个地方是绝对的秘密。说我已经把恶徒坏人击退了。说我もうしばらくの我慢だ。暗闇。
韩国，他说黑暗什么的是很可怕的，可爱い。頑張ろうだ，我会尽我所能的。他说不会黑暗啊。他说夜晚是黑，很黑暗，但是我还是可以睡着。他说你很厉害哦，有一个很棒的母亲守护着你。这边什么都不怕，很厉害。哇靠！怎么又一个小时啦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时候风很恐怖，风很强的日子。会被吹走，被落下。然后就说降落是很困难的，然后很高很高，因为很高。原来如此，不赖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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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好，他走了，废话超多，也不能说废话、啊，就是。讲真多，妈自由，可嘞，妈自由呢，妈自由，妈自由。好了，他回来了。洛斯将军呢？洛斯将军已经飞走了。不赖伊弗赖伊，贝鲁丁纳瓦不赖伊弗赖伊路，在这个地方。不赖伊弗赖伊的，弗赖伊，里应该是那个村庄的意思吧？这个里就是村。そのブライフライどこにあるんだろう？在哪里？そこまでは知らないわ。在哪里？不知道。フライ是那个原生种族，我们没办法跟他交流。应该是说没有在互动吧？这边。交流互动，拜托，拜托，要寻找吗？要找寻吗？就没有任何线索啊。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线索。他要再说十年前在那个村子里面的同伴说过，听到一些话。这里，往南，ベアルデノガ，所以我们要往南喽。
很古老的一个种族，可能知道些什么吧。这是画本，然后我们要从这个线索去追查吧。他在这边，就说：“一个子少年，走吧，少年。”啊，他变成我们同伴了。我们同伴会不会太多啦？嗯，一样，手抽是300。他是火炮，火炮手。OK， 18章完成了。那短短的一章，他的那个对话量是非常蛮大的。然后，因为我日文也没有说非常好，讲的哩哩啦啦，七七八八的，反正。将就吧，那今天先到这边好了啦。18章结束，那改天再玩19章。可能，好了，尽量好了，尽量讲完。今天没什么打怪，几乎没有打怪，也没 boss。18章整个完全都在讲剧情。OK， 那先到这边吧。我是哈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您订阅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非常感谢你，大家拜拜喽。